是就是印度都会有所谓的脚宅，然后好像会哎，就是会不自觉的抓狗，然后就到处去。至少那个理由是说不要穿盔甲，穿盔甲。准备开始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像有点小声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2023高雄万圣节大游行活动正式开始。哇，这非常非常开心的，说到我们今年呢是第一届我们的高雄万圣节大游行。没错，我们第一届呢，大家左看看又看看，我们现场人山人海，已经突破10000人，给自己拍拍手。
我们今天呢有这么棒的一个活动，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同来参与，更适合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。最重要的是有这些好朋友来现场一起来支持我们，我们给这些好朋友拍拍手。
正午将从文化中心出发抵达中央公园，路上会有精彩的杂耍、高空特技，还有各种发光又酷炫的表演。正午将从文化中心出发抵达中央公园，路上会有精彩的杂耍、高空特技，还有。没有，你会吃到别人的，你会吃到别人的。
短，紧握扶手，正确，安全顺利，顺子流，速缓车队，然后再。